进门太窄怎么办？进门两边太狭窄，坐鞋柜会挡住大门，厨房进出也十分拥挤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拆除非承重墙体，扩大空间；二、门边做到顶鞋柜，高低鞋子分区收纳，关上柜门不落灰；三、中间两个大抽屉，收纳鞋套等杂物，随手物品放中间，常穿鞋子放底下；四、侧边薄柜做到顶，酒水茶叶好收纳，中间安装管线机，喝水泡茶才方便；五、另一侧设计吧台，里侧三个大抽屉，分类放厨具碗碟，角落放不常用物品，吧台方便备餐传菜；六、连接定制组合柜，上下收纳杂物，左边嵌入冰箱，右边做开放格，中间满座木饰面，铺上软垫就是卡座，记得柜体内10公分好放腿。七、吧台下嵌入旋转餐桌，方便家人日常用餐。八、最后安装吊轨推拉门，做饭时阻挡油烟。打开示范开放式厨房，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